这是一只正值肥美的小河虾，它虾子稠，虾仁 Q， 虾脑厚，虾壳油，最适合用它来做三虾面。No， 三虾还太少，十虾刚刚好。今天我要做的是独一无二的十虾粽子，从头顶先到你脚趾，从嘴唇弄到你牙齿，如果能上市销售，绝对会供不应求哦。使用大量冰块，让燥热难耐的小河虾们冷静冷静，趁他们被水淹没不知所措，就手起刷落，将虾子全部掏空。哎呀，被掏空了呀！一共是现货的太湖河虾125只，菜场的一手价格要180块，你们猜能取出多少虾子呢？这没个鸡蛋的。炒散一下应该会选择多一点吧，小火慢炒1200秒，加小葱姜片桂皮，八角香叶陈皮，增加富裕的香气，然后网筛过滤，结果仅滤出合格的虾子16克，还真是精华中的精华。有了虾子，再取虾脑，也就是藏在虾头里的卵巢，把虾头和虾身 biu 的全部分离，然后咕嘟咕嘟咕嘟的沸水煮熟，接着哗啦哗啦哗啦的冰水降温，最后一个的完美摘取。我的手法如此熟练，一看就是做过三虾面的阿姨。叮叮，第三虾是剥去了虾壳的虾仁，搞定。第四虾是用虾壳和虾头炸制而成的虾油，注意一定要把水分完全沥干在下油锅，否则就会。把原本淡黄的菜籽油升级成棕红的香虾油，只需要短暂的等待15分钟。15、14、13、21，怎么样？够短暂吧？虾子全身都是宝，所以炸完的虾头也不要丢掉，烧上开水，大火熬煮1/1小时，就能过滤成第五虾黄金虾汤，绝对均卖爷得很。第六虾是醇鲜浓厚的虾酱，备小勺就行。而第七虾嘛，则是虾子酱油。说到酱油，还有人记得我上个月发酵的蓬奇酱油啊？发霉了吧？啊呸！没有任何的意外，简直是出奇的顺利，只用一小滴就能鲜得你秃顶。用它来代替虾子酱油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十虾的灵感源自于苏州一家餐厅的十虾炒饭，虽取名为十虾，其实只有七虾，十是约数，约等于极致的鲜。而我还加入了陈酿1个月的蓬奇酱油，是不是可以叫11虾粽子或者虾11粽？食材就绪，开火走起，倒虾油，加大葱、小葱和虾酱炒香，咻咻咻，腌虾仁，抓匀盐和胡椒一起炒白，唰唰唰，包粽子必备的圆糯米和虾仁虾油一同翻拌，淋一圈蓬奇酱油，撒一把碎萝卜干，最后舀两勺浓郁的虾汤，热气滚滚烫烫，浓鲜飘飘荡荡，总结成一个字就是真香。炒好的粽子馅儿需要放凉一会儿，再倒入虾脑和虾籽儿，别忘了再加一点盐糖和蓬奇酱油，鲜中有咸，咸后有甜，待颗颗米粒均沾上十虾的鲜美，待各个观众皆咽下嘴角的眼泪，就是时候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。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，十虾粽子的香和味，我谦虚一点，大概可以打99.5分吧。然而色嘛，也就是外观，还可以再下点功夫，包装又有新意，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既然是十虾粽子，不如就包成虾的形状吧。先包一个又细又长的粽子，作为尖尖的虾头，这是我先学先卖的无绳包法，只需要一根粗针挂着粽叶穿过粽身，就能完美塑形。接下来是虾的身体，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样的粽编蚂蚱呀？我参考了网上的教程，编出了肥肥的虾身，再用粗针固定好虾身和虾头，只要勒紧粽叶就能完美合体。剪一块心形的叶片盖住虾头，丝滑无痕，缠两根黑色的大头针，让一双虾眼更炯炯有神，栩栩如生。看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他眼睛是长这儿的吗？俗话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待我修改一下窗户的位置就好了。等一下就来一个大变小虾，当当当当！值此端午佳节，集一两只十全十美的小十虾，祝大家每天哈哈大笑，烦恼全消。集两只十全十美的小石虾，祝大家端午安康，生活美满，祝即将高考和中考的朋友们升学顺利，金榜题名。只是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编出这两只虾形粽子，剩下的那些估计你们还得看我包上3天3夜。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，我包成了传统的造型，那么就让我来替你们尝一尝，看它到底能有多香。哦，好烫好烫好烫。香香香香，
汁涌的鲜香入口就绽放，不停翻转，下跳上窜，像一整顿清甜的江水奔流进口腔，像一万只鲜活的鱼虾猛钻进鼻梁，感觉身体在不自觉的摇晃，仿佛灵魂在不受控的飘散，直到一声咔嚓的脆弹，是萝卜干。这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咸酸，却衬托出时虾的回甘更加悠长，这明显到完全无法忽视的脆爽也盖不住粽子的口感，无比糯软，纯咸纯香纯黏软，微咸微酸微脆弹，我真想给自己点两个赞。怎么给自己点两个？另一个就只能麻烦你们了。看完试吃，可能会有朋友说，喵喵，时下再好吃和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这个关系可太深了，因为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演变而来，而最会画虾的齐白石老先生说过，有虚有灵则为龙，难怪虾在北方也被誉为小龙，象征着镇宅与吉祥，而在南方被誉为银子，寓着富贵长久，所以我送你富贵和如意，你给我订阅和小心心，嘿嘿，双赢。